那是我有一百万，一百万，一百万红的，五百万 shopping coins， 玩 game， 我最厉害了，让我来教你们怎样玩，而且我会送东西哦，记得看下去。我跟你讲，首先你先去下载这一个 Honda Touch App， 有了这个 App， 你马上就拿到两个赢奖机会，而且你过后每参加的每一个游戏，一次会直接有五倍的赢奖机会。喂，接下来就到 Honda Malaysia 的官网，找出 One Million Dream 的 Quiz， 参加这个 Quiz， 五题里面一旦答对四题以上，就可以拿到另外五次的赢奖机会了。你还有更多的赢奖机会吗？我跟你讲，去试驾任何一款 Honda 的新车，试驾过后记得去扫描 QR Code 并回答所有的问题，然后再扫描你的 Entry， 你就能额外获得五次的赢奖机会。不过咧，要赢到这个几百万呢，更厉害的就是你去 book 一辆 Honda 的新车，只要你一签了这个名，像我这样子，你就有十五次赢奖机会了。恭喜你，迷失三，你厕所治好了。好，谢谢你。买了新车，又有多一个二十次的赢奖机会。我跟你们讲，如果你们是 Honda 车主的话，现在 service 的话，还有十五次的赢奖机会。是不是很容易嘞？照着我小明的方法去做的话，你们这个赢奖几率一定是很高的。然后记得一定要去download这个 Honda Touch 的 app， 你们的这个每个活动呢才有五倍的赢奖几率。然后就是每做一个活动过后呢，记得去 scan QR code 或者是 submit 这个 entry form， 你的这个活动才生效哦。那这个活动呢是由即日起开始到3月24号结束，所以在这段期间呢，努力参加活动就对了。这个1 Million Challenge 是由 Honda Malaysia、 Hukou、Watsons 以及 Shopee 联合为你呈现。最后呢，就是到我们这个送礼物的时间了。想要赢取我们的这个精美礼品吗？只要在下方留言说出你觉得我小明最适合这7台 One Million 特别版车型的哪一款车，最有创意的回答的朋友们呢，你们就会是优胜者了。好了，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小明，我要走了，我们下一回再见吧。那是我有一百万。